看我的家人们送灯牌就没停过，家人们知道第一时间进来过后要把灯牌点亮。你看我的家人们多给力，家人们也会跟我送的，以后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家人们好多了，感谢家人们的关心啊，感谢家人们的关心。对，家人们打一波正能量。我给娟子把，哎，娟子，对吧，把管理给你挂上。咱们直播间有好多七级八级灯牌了，我看到好多都七级八级的灯牌了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咱们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可以把先把灯牌点亮一下吗，家人们？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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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瞬间2000人了。不是陈经理话多，陈经理也是为了我几级？五级了，你的世界差个五级了。来，家人们，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。喜欢我的家人们，咱们把关注点上；认可我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。咱们家的规矩，认可就点亮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雄狮队都九级灯牌了，赛亚也九级灯牌了，勇儿也九级灯牌了，好多家人们都九级了，用户518八级了，对。平也八级了，哇，好多家人八级了，好多家人八级了，上人上人，对，2400多人，上人上人。陈经理现在不敢说话了，一会儿把我给整封号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拖出去乱棍打死，打死了你也少了我了。刚刚我都不说话，你看你自己说话把自己整封了。我不封公司就封了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对，又来了。来，没点亮家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啊，感谢家人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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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让我看到家人们的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让我看到你们的灯牌。刚才怎么了？刚才陈经理说话太多，把自己给抬了。让我看到家人们的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给家人们挂个福袋。老板好气啊，一上来就挂个福袋，可以，我也得向你学习哦，以后这福袋怎么挂的呀，我都不知道。来，左上角给家人们先挂个300的福袋，感谢巧遇，感谢紫薇，感谢用户1491，感谢用户212，感谢万事如意，感谢思雨。来，你看咱们家的还得是咱直播间的凝聚力，看到没？对，这是不是你学习的目标？对，家人们进来以后，他就会主动先把灯牌给我点亮，证明咱的关系。家人们以后也给陈经理点啊、哦！感谢感谢感谢娟子，感谢感谢。粉丝叫你喝水，意思就是给喝水喝水。烫，这个太烫了，太烫了。我给你吹一吹吧。你好好说话，一会儿给我抬了。什么？我这关心你，你叫我好好说话，我说的挺好。你别陈经理是好人，让他说，你看看见没有，有家人们觉得还是我说的对的。他们说你烦人，不是好人。不是烦人，我这个也不是自私。来，家人们，所有支持我认可我家人们，先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先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看看你们的等级提升没有。你看好多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了，也有九级了，好多家人们都八级九级了，这都是咱们时间的见证，友谊情谊的见证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没点亮的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家人们都说你好烦人。陈经理，家人们，陈经理不是好烦人，陈经理是担心一些
一些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也希望家人们多多理解陈经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也觉得那个娜姐姐，我们对付他，那都不是事儿，家人们。对我做事情，家人们要相信我，我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。咬人的老虎是六级了，咬人的老虎六级了啊！咱们好多五级六级了，这都是时间岁月的见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点亮灯牌，我基本上都会记住五级六级七级八级的灯牌，所有灯牌成员我全部都记住了，家人们，只要你们到了五级六级七级八级，我都会记住你们。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灯牌，感谢家人们。五级六级七级的没有，我记哪个都记住了，家人们，每个我都记住了。漂亮是我看一下啊，六级了，感谢感谢天，感谢平安喜乐，感谢心想事成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野路子，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灯牌，感谢家人们在我直播间把灯牌点亮，感谢家人们。老板娘阿紫，我看看，阿紫开播了吗？说没开播呀？他还没开播，家人们。七级了，6970937七级了，感谢家人们在我的直播间点亮灯牌，感谢家人们。左上角有个小黄心，家人们看到没？看我手指尖的方向有个小黄心，点进去就可以送灯牌了。王姐八级了，对，八级了，都是我们时间的见证，咱们这份情谊的见证。有些没点亮啊，家人们，有些没点亮我就看不见，家人们，有些你们没有点亮它就灭了，就是每天家人们过来，咱们就点亮一个灯牌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刷礼物，你们只需要点亮灯牌，这是我们时间的见证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王姐八级了，对对对，这是时间的见证。我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你们不要说我自私，我一点都不自私，我反过来比有些人有格局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说我自私，我一点都不自私。不是不是给一元钱，不是不是。你们不要说我没有格局。自由飞翔，大哥，自由飞翔是九级了，对。关海松是七级。我什么时候让我的家人们平淡是六级？什么时候让家人们失望过？没有让家人们失望过。我不是没有格局的人，家人们，我让了他多久了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在让着他，懂我的家人们知道我一直在让他。好多家人们还没点亮，左上角点亮了才看得见，家人们，左上角看我手指的方向，点亮了才看得见。你们没有去点亮就没有等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点亮就没有等级，你们等级越高，基本上你们陪伴我的时间也就越长，那我记住你们的概率也就越大，我们会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。每天开心六级，对对对。我刚才我也跟着我跟陈经理在商量商量，我说要不我回一趟乐山吧，陈经理打死都不让我回去，烦死了。叽叽喳喳说半天，等级高有奖励，那肯定的，咱对咱家家人们一定是什么好的好的东西，好的机会都会给到我的家人们，好的平台。用户82644四级了，我不想惹事儿，家人们。我是不想惹事儿，家人们是知道我的，我是不想惹事儿的，对不对？豆芽哥刚加的灯牌一级，
我有些时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，家人们，我一直在思考我该怎么做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一点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我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做。真七级了，就你们打一个字儿，你们随便打一个字儿，你看你们前面那个末少两个字前面就有一个等级，就是你们的等级，你们随便打一个字儿，打完过后你们有一个黄色的末少俩字儿前面就有一个等级，那个黄色的就是你们的等级。基本上目前我看到咱们打字儿的家人们全是我的铁粉，全是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的，全是。全是我的铁粉，全是我的家人们，很开心。我的家人们一直对我不离不弃，一直认可支持我。因为什么？有的可能送了灯牌，送了我灯牌，但是可能以后后面就不来了。有的可能是刚来，但是还没有送我灯牌。但是等级越高，家人们还是在送灯牌的，就证明咱们是一直在对七级末少，对七级。对对对，就证明什么什么事情呢？就证明咱们一直在相处，家人们也一直在对晴子八级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家人们会看了，对对对，家人们会看了，很简单的，就是每天你们不需要给我送任何的礼物，不需要，因为我不需要，我只需要家人们送灯牌，送灯牌证明我就能去判断家人们对我有多支持多认可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大三是六级了。一些重要的事不要在直播间说，上上吹风机呗。今天不卖货啊，家人们，今天不卖货，咱们今天就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沙龙玫瑰七级了，这都是我的好姐姐、好阿姨，好多家人们七级、八级都是好姐姐、好阿姨。上上吹风机，家人们，今天不给家人们卖货，好不好？你们什么什么没收到的，你们联系客服好不好，家人们，联系客服。对，一名七级了。来，咱们直播间3400位铁粉家人们，来，咱们把赞点到50万，好不好？咱们好久没点过赞了，来出征一下，来，咱们3400人能不能把赞点到50万？没收到联系客服啊，家人们。来，咱们试一下，咱们3400位铁粉家人们，咱们把赞一口气点到50万，咱们点点赞，好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团结的一起点赞了，感谢家人们。来，咱们一口气把赞点到5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咱们一口气点到50万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18万了，咱们现在双倍点赞点不出来吗？家人们，咱们3000多人点不出双倍吗？不应该呀！来，家人们，咱们先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咱们3300人点不出双倍是不应该的呀，家人们。来，咱们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，此时此刻，家人们一起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3000多人点不出双倍点赞，那是不应该的，家人们。来，一人点几下，家人们，一人点几下，好不好？感谢一切随意，感谢我是谁，感谢夏天之美。来，咱们试一下，把双倍点赞点出来。哦，公屏滚屏滚动的太快了，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点了200下，感谢感谢。有些事情我不想在直播间说，家人们，你们跟我提的建议，我都会去啊、嗯。来，双倍点赞出来了，来，家人们，双倍点赞出来了，40万了。
来一起点赞，来一人点赞，一人点赞，一人点几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一人点几下。对，双倍点赞，我们好久没点过赞了，来看看咱家的凝聚力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看看咱家的凝聚力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还是双倍点赞，还是双倍点赞，还是双倍点赞。咱家的凝聚力肯定在的，我对这个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咱家的凝聚力，我对咱家的凝聚力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哇，60万了，居然60万了！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，家人们，够了，够了够了，家人们。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哎呀，守的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100万，不点100万，不点100万，家人们，不点100万，咱们知足常乐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知足常乐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知足常乐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不点100万，咱们差不多就行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已经68万了，感谢家人们，68万了，感谢家人们。阿紫没有开播，家人们。阿紫没有开播，阿紫为啥没开播呢？100万起冲，行了，不要冲100万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不要，我不想给家人们添麻烦。70万够了，70万也够啊，家人们，咱们70万也够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咱知足常乐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再搓两把，什么再搓两把呀，家人们？你们说那谁给他100个 W， 我给你们讲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啊，家人们，不要听他吹牛，我已经把他看的透透的，如果他好好跟我说话，我给他个台阶下，没问题的。家人们，我是有格局的人，如果他好好跟我说话，我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。家人们，我这样做的对不对？就是他如果好好跟我说话，我给他一个台阶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不是那种计较的人，我也不想去得罪他。家人们，你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？如果他好好说话，不要去惹事儿，我给他个台阶下，大家就算了 ，PK 也不要打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有没有格局，家人们？我有没有格局？只要他不要惹事儿，不要去惹我们，他给我个台阶，他给我一尺，我还他一丈，家人们。你们觉得行不行？我也不跟他打什么 PK， 他给我一尺，我还他一丈。他敬我一尺，我敬他一丈。咱们有这么多家人们支持我，那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他不懂一尺一丈。对，我也想和气生财，我也想和气生财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如果咱们直播间有他的粉丝，你们回去告诉他，他若敬我一尺，我还他，我必还他一丈，好不好？就是咱们直播间如果有他的粉丝，听好了，你们转告他。他若敬我一尺，我必还他一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这样做有没有毛病？家人们，我让这些粉丝，他的粉丝回去传话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这样做有没有毛病？他若敬我一尺，我还他一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不想跟他两个打 PK， 好不好？
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他若敬我一尺，我还他一丈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也不想去挑那么多的矛盾，我也不想跟他打什么 PK。是不是我不想打的，家人们？如果我想跟他打，可能昨天就跟他打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始终我愿意去让着他，我愿意去让着他，没关系的，让着他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让着他没关系，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家人们，像很多家人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咱家的粉丝，咱家的家人们都是很素质很高、很正能量的，家人们在公屏上打出来的那些字儿，我非常非常的认可。基本上跟我自己想的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我们直播间粉丝灯牌等级稍微高一点的家人们，家人们了解我，家人们懂我，家人们打出来的字儿跟我心里面想的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对，什么各自安好，对，家人们说的非常好，和气生财，对，说的非常好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的人，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也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直播间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因为咱家正能量，所以咱家的粉丝全部都是正能量的。来，直播间，咱们再次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把正能量打在公屏上，不上小黄车，家人们，不上小黄车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就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咱就聊聊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哎呦，这水真烫呀！是曾经你给我倒的水，对对对，我听家人们的。其实我不想，一直也不想跟他打什么 PK， 劳命伤财的事儿不想干。阿紫好像，阿紫是生病了，家人们，阿紫生病了，好像在上刀。我都上多少次刀了，家人们，你们不去拍，现在又要让我上刀。香肠好吃，咱家的香肠我还是有底气的，家人们。家人们吃完没有？家人们，咱们拍了香肠的吃完没有？对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家人们，咱换个话题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不要来不来就是上吹风机、上刀，哎呦，把我整懵了。把那纸巾给我拿过来，我还在那里。哎呀，不会不会拍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家人们没事儿。好久，你看家人们。我们能做到这个水平，家人们，我能做到这个水平，家人们追着我要这些东西，我很开心，说明我做的工作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我能做到这个水平，我觉得家人们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我觉得
我还是很开心的，就是我能做到家人们这么多人，家人们这么多人支持我，我很开心，我也不会让家人们失望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能让这么多家人们支持我，说实话，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，家人们。那不能让家人们失望啊，对不对？过几天嘛，家人们，家人们过几天好不好？家人们过几天，过几天，哎呀，这几天把这些事儿处理好，咱这些事儿也没处理明白，咱这些事儿也没处理明白，没处理明白，也不想让家人们哎呀失望，天天去搞那些不太好。就咱们把事儿处理明白，让家人们开心，多给家人们带来一些快乐，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多让家人们开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久上八加一。我很家人们想表达的很多东西我都知道，家人们，你们把表达的那些东西我都知道，其实我心里都有数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看到咱们直播间灯牌的等级和打灯牌扣字儿的家人们，你们我就知道了，咱全是铁粉，不离不弃的铁粉才会对我这么的好。我也在跟陈经理商量，我说给我一天两天的时间，然后我去把阿紫接回来。不上货，今天不上货，家人们，不上货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就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咱们就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咱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看看把手里面的这些工作安排，我还是抽个趟回去把阿紫接回来，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我抽个空，我去把阿紫他们接回来。可不可以，家人们？不然留在乐山也小心夜长梦多，是不是？点到100万就下播休息。那点到100万，那不分分钟的事儿吗，家人们？那不分分钟的事儿吗？咱多聊两句嘛，家人们，不要老让我下播休息嘛，这才7:30呢，家人们，我才播半小时，你就家人们你就让我下播休息，没事了，咱们多聊聊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咱们多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状态挺好的，家人们。没事儿，今天我能跟家人们多唠几句，好不好？关心你，我知道家人们关心我，没问题的，家人们，没问题的。咱们多聊几句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家人们送来的小礼物，感谢家人们。没收到的家人们，你咱们多联系一下客服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今天气色好多了，对，今天气色好多了。
上午只不会说的太有道理了。妹妹其实也在长大，妹妹也不错，家人们，妹妹也不错，她也在成长。来，家人们，咱们这样吧，咱们把赞冲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3400多人，咱们把赞先点到100万，咱们再把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3400人，咱们先把赞双倍点赞点出来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先冲到100万，行不行？家人们，感谢用户660，感谢，咱们先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感谢用户901，感谢家人们，不用送礼物，家人们，咱们就点亮灯牌。我直播间我只想要灯牌，我只想要看看有多少家人们认可和支持我。家人们支持我的越多，说明我工作干得好。如果有一天家人们不支持我了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好好反思，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么多家人们的认可和支持。来，此时此刻家人们一起点赞，把赞点到100万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此时此刻有这么多家人们的认可和支持，我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，我会尽快去处理的，家人们，我会尽快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好。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人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就家人们看了我一两个月了，家人们知道我的为人，家人们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冲动的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对，家人们认识我不是一天两天，我装我也不可能装一个月两月。家人们知道我不是那种不听话老惹事的人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101万了，102万了，感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。毕竟我带的团队有几百上千号人，家人们，我没给家人们吹牛，我团队几百上千人，我不是那种不沉稳的人，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人，家人们，我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人，就是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儿，但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一直都是在啊，能让一步让一步，能让两步让两步。这个事情家人们是知道的，一直我都是能让一步让一步，能让三步让三步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个事情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态度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，没有他的话就没有我现在。一直我的态度都是我能让一步就让一步，能让两步，如果放到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不会让的，寸步不让。来，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点亮灯牌的家人们，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，行不行？对，我是在乎阿紫的感受，我很在乎。不然的话，他要打多少局，我都可以陪他打。不然他想打多少局，我都可以陪他打，打到他服气为止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哎呀，多希望他能明白我的一片良苦用心。我也让他的粉丝过去传话了，我说啊，他若敬我一尺，我还他一丈，家人们，我不愿意，哎，我真不愿意跟他打的，我不愿意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
阿紫开播了吗，家人们？咱有这么多家人的支持，咱有这么多家人的认可，咱就应该再接再厉，做得更好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打也打不过的，家人们，他打不过的。快点连！我去连一下啊，家人们。出差哥，请问你们说怎么办？咦？Hello， 老板。我这咋没声音呢？老板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我先搞个事情啊、哦，叔叔阿姨姐们，我先跟叔叔阿姨姐们说点事情哦。啊？你要说什么？怎么没声音啊？有声音啊。老板。啊。我先跟叔叔阿姨姐们说点事情啊、哦，你是这样子吧啊、哦，你好好的跟叔叔阿姨姐们聊一下吧。你要说什么事情、啊、哎呀，没说什么啊、哦、我跟你讲，没说什么，你就先这样子吧啊、哦、帅哥姐们，我跟叔叔帅哥姐们还要说什么啊，家人们，没关系啊，他播他的啊，家人们，他播他的，没事儿。嗯？哎呀！过两天，家人们，过两天，我这边我还在输液，家人们，我还在输液，啊，等我这边好点了，好点了以后，我就回去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阿紫也是不听话，你们跟阿紫说一说，家人们，你们去给他说一说，让他天天在家待着，不要到处跑，都七八点钟了，跑啥呀？你们给他说说，我也在给他说，不要到处跑，几点钟了，这会儿哪有那么多的事儿啊，好好在家休息呗。是不是？我管不着，我怎么管不着？我关心阿紫的安全，关心阿紫的身体，还怎么了？阿姨们说有什么事情要跟粉丝讲，我也不知道，咋咋呼呼的。什么情况？你们去听一听有什么事儿啊，家人们，看他阿姨莫说什么，
要不你把你的账号给我看看阿一莫说什么。我看看他说什么。他不是跟你连麦吗？他挂了，他说他说什么他也不当着说。他不同意你连麦吗？啊，他不同意你连麦吗？你等一下，听听他怎么说。阿伟阿伟的真的是你，一天到晚的你就知道。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灯牌。现在妹妹也是反对阿伟。不喜欢我看我那就别看哦。妹妹也懂事了。我想打电话问一下啊，叔帅哥姐们，我先打电话问一下我姐，她姐不在吗？打电话给我姐看一下。